Tommy야, 看 Tommy，他在这帮小家伙，七只小家伙啊，现在是19天了，开饭呢，然后先让多米吃饭。多米的早晨是鸡蛋肠、玉米糊糊，加上南瓜，这里边这些粥，然后七只小家伙，你看那个抬头的开始，哎呦妈呀！今天啊很冷，但是出太阳了，一会儿这让他们通下风，掀开门帘儿。今天这盆哗啦哗啦响了，你看没？呦呦呦呦呦呦！你再多点儿啊，听见盆哗啦哗啦就响就动。哎呀，油光锃亮呢，看见没，小宝贝儿？哎呀妈呀，来回找了，找妈妈了。把眼睛睁的，看看会不会走路了啊？姐，呀，能站起来了。小腿挺硬气啊，这小腿。哎呦，萌萌的！哎呀，这会儿尿了，尿的可不少。这证明啊，这个多米的奶水还是非常好的，他们能吃得饱，吃得足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小就开始发威啦！还想咬我呀？刚才那小家伙发出声音了都。干嘛去？还是蠢蠢欲动了，这些小家伙听见动静，那证明眼睛不但是睁开了，这耳朵还好使了呢。那些小家伙的尾巴，啊？哎呀！越来越好玩了，睁开眼睛了啊！这个腿也硬实了，也能站起来走路了。19天的小家伙真的长得是啊，真的是很惊人，毛色又亮，真的是跟多米啊我一模一样啊！多米啊这小性格真的是随威力，这个毛发我感觉随多米，特别特别又黑又亮的这种。不看我了，一会儿要多米进来之后更疯狂。要吃奶了，多米来了啊！看这小家伙，看小家伙，你倒是找啊！哎，是吧？你太太在那睡吧，看看，吱汪乱叫的，吃吧吃吧，我就撤了啊！你妈也吃饱了，你们一开始吃饭。